柔软的手按摩妈妈辛苦的脚丫子，一个拥抱，亲子党、祖孙党都红了眼眶。阿宙带着曾孙参加母亲节活动，他的儿子阿公也来了。妈妈，我爱你。哦，大家掌声！好，咱一个爱来当地好饮。过头也食了五七年嘛吼，啊我妈妈那八十三岁啊，啊今仔日感受真好。没来现场的妈妈，孩子还直接 call out 说出爱。让他们在小小心灵里面，透过爱的一个行为的一个表示，来对妈妈的爱跟感恩，我觉得非常有意义。热水拿过去。至于上坪国小，志工教导亲子用香鸡饭及香鸡面做出蔬食，吃起来其实跟一般的饭没什么两样，也蛮好吃的。手做饭团和香鸡面喂妈妈吃，想到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的那个模样。我希望就是有一个人陪伴，不需要说大富大贵这样。天下的妈妈都一样，奢求不多，一句真情告白就足够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林芳菲、谢如嘉高雄报道。